重新一局又有人一样啊！哎 欸，这次怪比刚多哎、欸，还多哎、欸，很多。我想看哈基剪精华。哈基，你怎么又被炸了？我想请问哈基怎么了？怎么重新验票又是一样的结果呀、啊？我不验票，我要提选举无效。笑，非常有效，非常有效。啦。哇！对呀、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刚刚还没开没开投票结束就开打，不行啊！对啊，都是这样啊。我们刚刚还没拿到票哎、欸。对啊，都是边验边开票边投票的。我们的队长出问题，他没复制到箱子啦。那要怪你们那个地区的队长啊。然后他放完箱子拿走，分钟就结束了。你们还要投两小时，你们的问题、啊。他放完箱子拿完自己就把那个回收掉。哈哈哈 Sorry， 太夸张，哎呦喂！阿静，你是看到那 Creeper 还是没看到？没看到，你也又是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没看到。那时候有人在哭公司，我冲过去帮他，我自己屁股都不见了。然后二零又单机一次，好可怜，烂游戏。好了，下一场要怎么玩？嗯，正常了，正常了。好好好，这个永远弄不下去啊。等下又无效又无效了。我哈基友是不是输不起啊？没有，我们要从中学习。如果哪一面有什么出什么那个新，这个有一些问题的话，我们要从中学习，要如何改善改良。好会，好会，很会，很会讲。为了民主，为了公平，对，为了民主，都是他讲的，都是他讲的。没有，没有，以上如果有雷，纯属巧合，好不好？有雷同，纯属巧合，纯属雷同，纯属雷同，如果巧合，如果巧合，纯属雷同。哇，村庄哎、欸！哇，这感觉就是五分钟长啊！而且我说我村庄的下面有岩浆啊，这是正常的。啊、感觉开感觉就开箱就会有天，欣姐在做的那种啊。没有没有，这真的是自那个随机的、哦，自然生成的，自然生成的，这不提供的、哦嗯，提供的已经没了。所以希望下一个月大家可以多提供一点明年啦，明年再提供就可以了啦。对啊，明年再提供，今年要求不太多、哎、今年没关系啦，明年一月提供一下啊。哎呀，今年就算了啦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调个速，两次都被这样杀死，有点累。我想看机会啊，就旗子立好啦、啊，对不对？立好立满的，这要一直重播那个 flag。嗯，那这是就那个、哦、缩圈的哦，来呀，翻缩圈，来呀。缩圈，缩圈，缩起来，缩缩缩，应该都调好了。就来，随机分，分，哎呀，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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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动物啊！哎呦喂呀！哎呀，哎呀，上面是动物队啊！动物队，一个狗，一个兔，一个猫，一个熊猫，还有一个企鹅，企鹅，企鹅，我企鹅，我当企鹅。还有一个斧头，下去，招去，那你，我是动物队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另外一边都不是动物、欸，哎，没有，你不是你不是动物啊，巧克力，他是企鹅，你是企鹅，好、啊，你是企鹅，我们是动物朋友队，耶。Yeah.动物好朋友，耶、yeah! ！动物好朋友。学的不好的 ，so scared。我们需要告动保团体了。对面的，我们谁死了就告。告下楼了，看一下哈。村庄冲啊！哎、欸，隔壁而已，隔壁而已。没关系，先抢村庄，先抢村庄。好冲哦！有两边哎、欸，铁帐篷吗？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有两个村庄哎、欸。
两个村庄？你那个好像在边界外。那白痴啊！我的 level 跟杰克一样啊，杰克刚刚也往那里走啊。我一个人落单，我一个人落单了。哈基落单，哈基落单。村民都烧起来了，好痛！我一个怎么没有找到铁匠铺啊？哇，被打没有没有的，这个村庄没有铁匠铺，好可惜哦。那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好拿，只可以拿稻草而已啊。啊，我这边带领着其他人一起去玩水。哎，哈基在这边，我这有三个，我这有三个，找一下他。你说哈基在这里？对。哎，我卡到一下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了，哈基躲在房子上，哈基躲在房子上。哦，我看到一个箱子，士兵的房子吗？欸、这里，哈基在这里。那你们想办法挖他，他去挖他脚胶、哦。我们四个人一起挖一颗。会会。你们先 hold 一下。阿美美。哎、欸、哎，杰、欸、克，你怎么在这？你怎么在这？哇，你是不是要爆啦，小哥？我要爆！我要爆！我要爆了！我要爆了！我要爆！我四个人一打四！啊！他竟然在上面吗？我为什么觉得挖空了？打！哎、欸，他不在。我撑很久，我撑很久。有，我感觉到你撑好久了。可以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一十二。你怎么挡到我了？可以了，好不好？十滴血打十二滴血。他下去了，他记下来了。他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前面。他记我来了。换你们全部追他。你们要全部对他哦，好。我只有杂草可以打他。你们这样会追超级远呢、欸。啊，这边有斧头了。他们是不是要来？一两个人追其他人去弄工具啊，因为他们其他人在弄。我觉得我回去好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汪可以追汪，你超近。阿吉，不要跑。而且你还有斧头，你一定追啊，汪，你一定追到底了，不管了。阿吉，不要跑。他还回来，整个转头看。你一定可以追到，你有多的工具吗？等一下、哦，光可以砍一下木头好了。你过来，好远、欸。他们有其他人也往村庄喽，有两个去村庄喽，你们小心哦。好，我这边继续看他自己。我看到他们了。对，请给我一把武器。给你。繁星死了，繁星被砍死了、哦。杰克，杀杰克了。OK，、啊、光快砍他，砍杰克，砍他一下。哇！有！汪，赶快回村庄！帮忙是不是？村庄两个人，村庄两个人，村庄！你们有武器！20202020，死你！可惜，你可以！真杰瑞了，找杰瑞！杰瑞在哪里啊？我会帮你们的。杰瑞在村庄附近。杰瑞在……哎，汪汪，你右边。杰瑞在汪，你右边有汪汪。那个山坡上，在哪里？这边是不是？没有，你直右边，有没有？汪汪直走，汪汪直走，看到没？汪汪看到了，汪旁边，汪汪你旁边，汪汪你旁边，在干嘛？哇，你是开外挂？你刚刚背对着大海、欸。他最后发现直接回头砍一下、欸，对啊，灵应变位、欸，自动攻击啊，太狂了，手抖了一下，要求原谅，这场又好快哦，好快哦，哎，关了，结束了。有，我刚十滴血打十二滴血。整个围住，拳头没看到，打，拳头要打，对，刚汪汪最后超猛的，他一直直走，然后都没看到那个杰瑞，我们就说在后面，然后他还是没看到，回头直接一回头就打了，超猛，是自动攻击啊，抓，有票，看到，偷偷 take， 我真的没有自动攻击、啊，我是无辜的，我就手抖了那么一下，刚好就回头了，好猛，各种追，超快就结束了，真的、啊，真的是欢乐场，这个是真的开始往那个村庄走。你们都往另一边，我跟杰克去那个边界外的。嗯，为什么？然后那反应就说、欸、那边好像是边界外，我就说可是那边有人去啊。然后啊，这是边界，我跟杰克一样的level。因为这个材质包比较看不清楚。
对啊，后期才知道，怪才知道。真的，我们才知道一样，我们才知道不好看。好哦，同样不好看就换掉。同样 level， 同样 level 啊，难怪同样 level 啦。哇，他竞争六。下一场，下一场。今天要玩几场？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。以往都不是六场吗？也是我们几场啊？今年的最后几场。嗯，对啊，这是今年最后几场。欢乐场要结束了，今年。今年最后的月底。对啊，今年结束这个结束后就不会办了。就今年不会办。今年的。今年不会办了。要等到明年，很久哎、欸。对啊，买咯。中间哇、哦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场地好棒哦！丛林遗迹，而且可能还会有好朋友，哦、就不用怕食物啦耶！好朋友，我好像已经看到了，有没有看到好朋友了？我已经看到了，我进错了，好朋友。啊，我看到鹦鹉王那边有鹦鹉，很可爱啊！他自己干嘛这样？我看到蓝色跟绿色的鹦鹉。我进错了，我是进错房了。绿色的鹦鹉、欸，他的名字是不是叫做什么、啊？韩信忘了哎、欸，你还记得吗？我有点忘了、欸。问观众，他被烧死了，他被鹅豚毒死了啦。我们的西瓜。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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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！这个有人有主场优势喽。嗯，打爆你们！哎呀，斗死战！那要玩久一点吗？好，随机说，二十分钟后才说先。好，嗯，要不要把房那个火把它关掉啊？烟少。不然的话会很那个、哦，那个火一烧起来很那个。哦，好好，关掉好了，关掉好了。森林大火。高度是七十。那也往中间说。好。好。往遗迹的地方说吗？没错啊。OK。遗迹是多少啊？那就来了，得得得得，随机分，哇，两个主场的，哇，主场优势，主场优势，没问题，交给我们，好，交给你们了，好，为什么刚同我负责拉你们了，哇，我们有主场优势呢！我主场优势，啊、哦，呱呱！我要主打火机，我要主打火。不要啦！先看那同队伤有没有开，没开，没事。啊！哎，我肚子好像有点饿了。我是有点口渴，今天还没喝水。可以吃水果啊，补水分。对啊。加赛啦！哇！有可可豆，有可可豆，可可豆，还有没有别的？这场赛玩比较久啊。嗯。为什么跳队长？你说。啊？为什么跳队长？感觉玩起来会比较久，就很棒啊！是啊，是啊。找到了！你找到了？对。好运来了，好运来了！需要我们，需要我们，需要带回去。现在不然很饿，快饿死了。不可可豆吗？可可豆没办法吃啊！我在你旁边了，我感受到了。来，这里好多、哦，跟你最需要。我们都需要，我们都需要。等一下发给大家，我们为大家觅食。耶、yeah ！阿纪，我们有食物了，阿纪。不愁吃了，不愁吃了。好多、哦，尽管动啊！用斧头砍会不会比较快啊？哈基，不是我们不懂啊。你是说什么斧头？哇，马经理这个转好猛啊！哇塞，木斧哦，哇塞，整座木斧，
哇，你怎么那么爽？还笑还笑？我啃西瓜啊，啃西瓜。没西瓜。这里还都啃到。哎呦，有安德哦。这种怪物声音啊？有怪有怪哦。啊！我看到更多的西瓜在边界外。哇！不，保护打不到 了。对面有，对面有。哎呦，对面有，对面还有。不打项目。嗯，那个没有哎、欸，我看到烧起来了，耶起来，烧起来应该是不会累。再打一次那个火焰，关掉。嗯哼，好，不要关闭。其他人呢？农作物生存的好，我还蛮想关闭的。你看到其他人，我们在为大家寻找更多的食物，来挖苹果。嗯，挖铁，你有铁了。苹果，挖苹果。哦，有长毛。等等，有人是不是？你看这里，好可爱哦。僵尸在上面。我跟你说，声音那么大声，然后被吊起来。